大家好，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款 YG-108R 线圈圈速测试仪。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前面板，这地方是一个显示屏，这地方是个功能选择开关，这地方就是单位，测试单位。看一下后部，这个是接两个，就是测试夹，这两个夹子的话是夹线圈两个抽头，这地方是一个电源接口，这个是电源开关。我们现在来接上电源。我这个是传感器，传感器的话，这个传感杆子的话，常规直径是有4毫米、6毫米、10毫米可选的。如果要线圈的话，孔径比较小的话，可以选定做2毫米、3毫米。这个的话，运输中可以插拔下来，可以更换的。我们现在打开电源开关，现在没有接东西，上面显示错误。测试的时候，我只要把这个杆子打开，然后把线圈，这是我一个小的音频线圈，12毫米的，套在10毫米的杆子上。然后把两个夹子夹上去，夹到两个抽头上面。看着我上面数字显示25圈。如果是需要切换电阻的话，可以转换一下，大概4.1欧姆，切回来25圈。然后我再测一个，这个也是一样的音频线圈，我把这夹子拿掉。两个夹子夹上去，25圈，向上后面。好了，感谢大家。